嗨嗨呀，是嗨呀，大家来好，我是那么错，我们接着继续我们的 Kingdom， 那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然后这边就先来丢点木材吧，近一点吧，丢到一半，大概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们先走吧 ，Let's go， 先去这里，然后招人回来，再丢一个，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又多一个难民了，狗狗，天啊，一只狗狗一直跟着我跑来跑去耶。那我们这边就建起来，把那个船给建起来，因为我们还是很需要船。我在说什么啊？算了，失败了，走吧。那我们先过去右边，然后顺便买点工啊，顺便跟这边同学，哎，你没口口，我给你了。那好吧，我还没想说，我还没给他。哦，弓箭还有哦，那就算了。那我先过来，然后这边再捡点狗狗上来，这样。哦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里呢还有吗？哦，还有，好，谢谢。那我们这边就先收点狗狗，然后我记得这边的村庄好像有点远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是来弄一下祭塔，那我们回家吧。哎，都在。噔。然后那边有几条路，给我咬一口啊！这还有一条，等一下，我们先慢慢走。给我咬一口 ，OK， 好，我们拿到了一些钱，那我们就先回家。今天是下雨天，然后之后就是那个红月的吧，雪月的吧，所以我们就先回家，然后等一等吧 ，Let's go。然后虽然说我不知道那个怪会从哪里来，但是就慢慢来吧。我记得那只狗会跟我们说会在哪里吧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感觉上还是会告诉我们是从哪里出来啦，感觉上而已啦，感觉上，嗯，感觉上。好，那我们先等今天过去，然后之后再说，等吧，你只能等吧。哦，到了。好，狗狗哪里？狗狗哪里？那边吗？那边哦，我过去了哦。好，右边，走吧，是这里哦，没弄错哦。好，我们先过来。狗狗说这里，那我们就待在这里。对，这里，你看还在那边狂吠，有没有？那我们先在这边等一下吧。等今天红月雪月之后呢，然后我们就先在攻打左边的那个墙，然后攻打进去之后再打算吧。哎，今天不是雪月哦，真假？所以今天又是安全的之夜哦，好吧，我还会想说今天雪夜的说，结果不是，好啦，好了，我走了，走吧，我们又要出门。这里我就自己算了吧，这里的那个村庄太远了，我们还是去左边好了，走吧。噔噔噔噔，好暗哦，嘿嘿。哦，你们这还没打完哦，真假的，好慢。呀，早上了，他们回家了。好，我们先过来啊，这边就放多几个吧。好 ，Let's go 啊，他又傲娇了，那我们先过去吧，走吧。这里村庄，我们再放多两颗，这里一颗，这里一颗，好，走吧。两颗应该可以收两个人吧，应该啊。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如果哎，真的假的？没红月，没雪月，真假的？不是说好每次下雨都有雪月吗？等一下，我被搞了吗？那算了，我们先回家吧，走吧。那边船只也应该也差不多了，我们先回来，然后先给他 Coco， 你要给我这个，然后再给你 Coco， 这是对等交易 ，OK 吗 ？OK 的，好。感觉他给我狗狗越来越多哎，然后那边狗狗也越来越多，你看，慢慢上来的有没有？好，然后今天这一天一样的就是平安的过去，然后我们之后再看一下怎么办吧。Let's go， 等等，吃个音乐，难道今天是雪月吗？等一下，难道今天是雪月吗？等一下，呀，这有点不太妙哦，今天是雪月吗？感觉是哎，狗狗哪里？右边吗 ？Let's go。那我们先去右边看一看，走吧。吃音乐，接雪月吗？接雪月吗？
是吗？不是啊，奇怪，为什么会有这个音乐？哎，哎，不是啊，今天普通的月亮啊。等一下，那为什么会响起这个奇怪音乐？等一下，是好的雪月呢？等一下，我们先过来看看。突然间有这个音乐，感觉怪怪的，好像都没事情呢。等一下，哎，这里吗？自己在打，对，自己在打。啪嚓啪嚓，还有一只。好，哎，今天不是啊，哎，那为什么？等一下，那为什么会有那个音乐啊？等一下，我想说今天雪月的说，那我们走吧，这边再给一点钱。好 ，Let's go。那我们再去前面，我们去那个村庄那一边，然后招一点人来吧。今天下雨天，然后今天才是雪月，我不知道哎。算了，慢慢来吧，我们先过去吧，走吧。反正还早，应该 OK。Let's go, let's go。我要去那个村庄，然后早点的回来，这样希望来得及，希望啊。那我们走吧，去前面，这里真的超远，才有一个村庄哎，天啊，到底是谁设计的啊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把个村庄放那么远啊？我已经跑了整个早上了呢。嗨，来。来啊，不对，来，好 ，Let's go， 两个人，那我们该回家了，走吧。奇怪呢，等一下，那背景音乐我还想说今天是雪月，然后要心理准备一下，结果不是，然后今天下雨天，明天雪月了吧？那我应该可以攻打了吧？应该啊，也许啊，或许啊，可能啊，今天没开轰，没开就走吧，自己丢一个口空。那我们走，先回家。好，要慢慢来。这雪很容易喘气，但是很容易又可以走了，走吧。啊，好，居然没咬到，真假的？那算了。我还想说可以咬下去，结果在咬下去之前先喘气，什么鬼东西？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这边收点火锅，然后回家再收点火锅。然后我们就等雪月过去之后，我们又要开始攻打了。对，我回来了，好远哦！天哪，等一下那个太远了啦，要过去再回来。你给我，我给你，有吗？够了吗？够了哦，那就好。那我们先走吧，左边的那个村庄，我们要先去找一点人回来，然后我们的船只。差不多了啦，再放几个，好，走吧。谢啦。那等一下，我先去找人。嗨，对你，还有你，过来，快走吧。没时间了，用跑的，孩子。不想死在外面的话，就用跑的。那我这边放多几个。好，然后我要垫后了，是不是 ？OK。那我们先等他们做好先吧，应该 OK 的，应该，快回去，晚上了 ，OK 吗？好，走吧，今天才是雪月嘛，这音乐，好，那我们就先好好的乖乖的先等今天晚上先过去再说吧，然后我们也找到了两个人 ，OK 的，哦，你还有火锅是啊。快拿起你们的弓箭！水果弓箭是哪里？左边吗？好，左边。那我们要待在左边了。左边加油！左边没问题吗？等一下，这样子没问题吗？等一下，需要我弄这个吗？还是我相信你们没问题？我不知道哎。快点，看一下进决心，不能。我觉得还是不要好了。好。我们要相信他们可以的。天啊，好多只哦！啊，加油，你们可以的！有卡米萨玛的，有神神的那个保佑，你们一定可以打破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已经攻过去了。那我们先来，
我觉得先不要放这一个好了，这一个等吃一点。那我们先来拿一点狗狗。好，谢了，然后再给你狗狗。够了没？够了哈。那我走了，拜拜。那我们准备攻打 ，Let's go， 左边 ，Let's go。然后这一次也是一样，要陪他们去，不然后就会爆炸。好，走吧。这样子就行了 ，Let's go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给我 ，OK， 好，我们走吧。今天一样的就是陪他们过去攻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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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剩下一个传送门，传送门吗？算是传送门吧。啊，他走回去了，回来 ，OK， 有，是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我们现在是要去攻打另外一个传送门，这样，然后希望这一次 OK 的。希望啊，然后那个兔露露不要跑，不要跑，不要跑 ，OK， 要到了，然后等他再被吓回来就 OK 了。给我咬一口 ，OK， 好，走吧。我们拿到了一些零用钱，应该没有问题。然后陪伴这些瓜，这些冬瓜、这些西瓜、这些南瓜走过去打人。哎呦，没关系，让他回去吧。来，还有啊，来，还有你过来，哈扎有，那我们继续走吧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一边了，在下一个地区就是了。天哪，好远哦！不是我要说，是真的蛮远的。你过来，有咬一口了。然后这边有那个祭坛，其实这里后面我好像哦到了，我走到了。那等他们过来吧，我已经走到了。哎，你们快一点啊，大哥们！太阳都已经要下山了，快快快！我在前面等你们。咔嚓！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 ！OK， 有。好，我们拿到一些零用钱了，走吧。太阳下山了，希望没问题吧？虽然说我是有跟过来啊。但是有没有问题也是要看他们，而不是看我。好，在前面放一点狗狗，为了你们的安全。哎，你不要把那些狗狗拿上来哦！你们这一群，看他们得的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快一点！哦，打过了 ，nice！ 等等，狗狗今天是哪里？狗狗今天是哪里？狗狗没叫，狗狗在前面，前面。等等，我看一下前面，前面有村庄，在前面呢。因为听狗狗叫的话，前面还有路，前面还有路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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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各位，我们该回去了，该回去了该回去了，此地不宜多留。前面还有路啊！等一下，各位，前面还有路啊！什么鬼东西啊！等一下，这不好玩啊！前面的路代表说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该回家了。天啊，为什么前面还有路嘞？为什么？等一下，这有点不太妙啊！等一下，而且狗狗是往左边吠啊，哎，它往右边吠，右边还是左边？说好啊，右边还是左边？右边吗？右边吗？所以我们没事情吗？所以我们没事情吗？没事情的话，我要见哦。没事情吗？看他是往右边飞，那我们应该是没事的，应该啦，应该啦，应该啦。我不能给一个保证的答案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先走过来吧，希望不遇到。OK， 好，过一天 ，nice， 那就证明说真的没事情了。那我们先走吧，先过来。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一边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，为什么还有路？等一下，这感觉有点不太好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真的感觉不太好。我们先去看一看吧，希望是假的。这是路吗？还真是路哎、欸，前面有马。哦对哦，这个马哦，我们都没看到。然后再往前面走的话，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不太好啊。前面，我们现在主要是看前面有什么东西，然后我们再打算到底要怎么办。哦，到了，哦，那就没事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没事就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
小娃娃，娃娃前面又要爆炸了，还是什么的？那我这边可以打开，打开什么鬼？这边可以砍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去前面，这边砍不掉，砍不掉那就算了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大概这样子。好，走吧。那我们再去前面。前面的话，这里的话，这里我们可以建起来，自己可以建起来。好，然后自己全部不能弄，那我们再去前面。好，再去前面的话，我看看，这里的话，这里好像没什么东西能做，是不是？那就算了吧。然后这边也建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去前面。自己砍不掉呢？为什么？我想说可以把这边砍掉，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弄一个村庄。哎，没有，弄一个那个农村这样。那我们再往前走，前面有什么？这边也有一个河流，但是这边的树也是砍不掉，那就先放着吧。对，那我们再往前走，前面的话应该没有东西吧？这里，自己的话也砍不掉。What？ 好多地方砍不掉哦。啊，这个熊又在傲娇了，这边也砍不掉。What？ 好多地方砍不掉，等一下，拿去。好，我们多两个人。那我们可以再请多几个那个什么，等等，我们还要再请多几个那个工程师，对，我们要请多几个工程师。那个钱你们先拿着，我被包满了，真的我被包满了，你们先拿着。那我们先过来，把这个买掉。好，然后还有这一个，大概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，应该啦，应该，我现在也只能给应该啦，等一下。然后我们先等左边那个什么给做起来先吧，因为我就要给他们做很多事情。好，谢了，狗狗不要掉，还是掉了。你先拿着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过来，再过来多一趟。我看一看，不要给我狗狗，我现在狗狗很满。这里的话，这个村庄我不想打掉的，说这村庄打掉我们会很麻烦，真的会很麻烦。所以我先过来看看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再往前面走，我们走到那个传送门先，自己全部都不能打掉，自己的树都不能砍掉，好麻烦哦。等一下，那我再往前走吧，我从那边能打掉的那一边开始打我的，自己能打了吧？还不能，真假的还不能。这里呢，这个可以，那我们去打掉这两颗，那我们再去前面。哦，谢了，前面这一颗也打，这颗打。好，我们再去前面。哦，好，我们再去前面，这一颗打不掉，都打不掉。好，我们这边也要修好了。那好，那我们再去前面吧。天啊，好麻烦哦，超麻烦。为什么这么麻烦的事情？等一下，天啊，什么鬼东西，好麻烦哦。那我们先把这个传送门给弄好，这个要弄回去我们家里的，不然的话走这整条路超麻烦的，好不好？等我们就进在这里吧。好，然后这边你过来。好，一个而已，对不对？好 ，nice。那我们这边也要建起来了。这边建起来之后，哦，还有很多狗狗，天啊，我狗狗要满了。这边放下来吧，能放多少就放多少，总之要放完它就对了，够了吧？哎，我放好多。天啊，我的狗狗要完了，给我狗狗给我。哦，那个人又回来建了。我好辛苦，我还要跑来跑去的。那我先回家吧，走吧。天啊，我这边已经成为一个大王国，有没有？已经差不多七七八八了，有没有？好，给我点狗狗，那我再给你我狗狗，对等交易。好的 ，OK 的吗 ？OK 的哦。那我这边再放多几个，
好，然后我们要去拜一点祭坛，因为祭坛还是很重要，我们还是很需要它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过去一下。走吧。哦，是啊，好多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先过去祭坛那一边 ，Let's go。这里，嗨，果然没有了，要再放了。我们再放三天，三，好，走吧，三天就够了，要求不多。那我们先回家，三天，我们又可以耐多一个三天。三天之后，我们又要去拜多一次祭坛。天啊！好，先回来啦。哦，又狗狗，各种狗狗，好，谢啦。走吧，啊，熊，不要傲娇，熊，拜托。哦，为什么你们上面可以丢狗狗啊？等一下，这有点诡异哦。好，又满了，满了掉出来了。那我们先过来。嗨，早安，玩玩。啊啊啊！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，不要给我，谢谢。我只是想过来，然后把这边给种起来。那我们这边就再丢，能丢多少就丢多少。差不多了吧 ？OK 了吧？我丢好多、哦，够了吗？还不够吗？哦，够了，可以。那我们先坐传送门过去吧。哎呀，我先把这边的难民先召唤回去，然后再丢两颗这样子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那我们要传送过去了，走吧。嗨，我回来了。我想想看，这里的话，哦。我的熊这边帮我赚一点钱了，这里的话，哦嗨，你回来了，哦谢了，辛苦了，但是你们可以先不要回去吗？因为我还需要你们帮我处理一下这边，然后还有这边，然后我们还要这边传送到后面去就对了，大概就是这里好了，到这边建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传送到好远哦，等一下。那我们先回去，去那一个村庄。对，这一个村庄。那我们再把人给召回来。好啊，熊儿又傲娇了。那我觉得我可以再放着一颗，应该可以再召多一个人啊。不行，那两个家伙来了，吸收。走吧，这样子应该就 OK 了。我们先回家，大家之后再回来。Let's go。这个鹿还没有死，真假的？哦，死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，先回家。这样子应该就没有问题了，应该啦，应该。哇哦，这边的背景变得好美耶，是因为这祭坛的关系吧？好，我们拿到了一些狗狗。天啊，我觉得我狗狗太多了。我终于觉得我狗狗太多了。好，哎，等我，那个传送门可以传送了吧？啊，不对，传送门在前面，我在干嘛 ？OK， 有，可以传送了 ，Let's go。好，这边地图太大了啦，要走过去再走过来，好麻烦哦。然后为什么这边还有一个口口？放一个吧，那我们可以走了 ，Let's go。这样子就差不多了，然后这边放下来，上去吧，孩子们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再走，等一下吧。我先回来，然后还是一样，就是要放多一点的那个口口这样。这边的口口好多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这边再放多几个，四个，好。然后这边再干拿一下口口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情况就行，差不多就到此，没有错啊。然后如果喜欢影片，给个赞哦，随时追随我知道我的更新影片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先差不多到此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所以就，查啦！